同学，这昨天礼拜四的功课哈，成本加2乘1.2倍，就一加0.2，打9折再乘0.9，这乘以0.9啊，乘那 x 乘1.2再乘0.9，就是变成1.08x。那再把1.08拆开，变成一加0.08，所以那就是多赚的。那一样基数由小到大写好，加二加四加六加八。那他说要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所以 A 是第三大，第三大是 x 加四2倍，就变成2x 加八。B 选项是最大是 x 加八2倍，就变成 2x 加16。那以此去推断，好，那 AC 株是一样的。好，AC 株 2x 加八，C 株都是，那只有 B 不一样。在这里，我们先用全部哈，那中间这里叫一半，中间这里叫一半。那男生是 x，但是他是多五的 x，所以这到一半中间的部分只有 x 减五，到中间的部分只有 x 减五，那另外一边又是 x 减五，所以女生是 x 减五再减五，所以女生要 x 减10。那这是用时数哈，所以一个是向左，一个向右，要加起来。40分钟跟90分钟是130分钟，所以时间啊就变成小时之后，60分之130乘以 x 就是距离，它们相距的距离。要画图，这里最后两个字是用公分，最后两个字是用公分，所以你的 x 要变成100x，然后扣50。啊，这里10 10 10 10 10有5个10，那中间灰色的部分再除以四，所以是100x 减50再除以四，上下同除以二，好，那就是50x 减25，那底下就变成二。填充一，好，你看重点是分配率。这个老师就不念了，你看一下我怎么做，跟你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，有重点是这个地方，3x 减六进去的时候，在第二个就是要通分，啊，你要记得上面那个二乘四要变八，好，就这个地方这个八的部分要注意，那前面是乘以三的。那在去挂号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那写完再检查一次，哦，写完要再检查一次。在48分开，那就是 x 跟48减 x，x 跟48减 x。那三分之一就乘三分之一，二分之一就乘二分之一，一样要通分变成六分之一。那前面乘二，后面乘三号。那这里是144这个。那你也可以写成24减六分之一 x，也可以分开的话就变成24减后面的六分之一 x。那在这个减少10%就是0.9倍，打9折，所以今年是去年的9折。那今年是 x，去年就变成 x 除以0.9，除以0.9就是除以10分之9，那就变9分之10 x。在这公顿哈，所以你的 x 公顿要除以50为一组，然后一组要40分钟来烧，然后前面还有10分钟的开机时间，所以变1/5x 就0.8x。好，看你写分数也没关系。那第五题，百位数乘百，10位数乘以十，个位数乘以一，个位数乘以一，好，这样就解决了。那这里。圈圈三跟圈圈五，它写错了哈，就是你带进去之后看看答案是不是跟黑色的字一样，不一样就是它写错了。好，所以王小敏得到3个格子60分。那第一小题是用房间来算人，那房间少2间，
多两间哈，空位的空房，所以你要减2再乘6，减了2再乘以6才是人数。那对学生而言，他要算房间，那学生六个人一组，所以要除以6，可是多两个房间就是加2，才是确定的房间数，总房间数，所以六分之一 y 再加2。给了5元会一样，那表示他们一开始差10块，一开始相差10元。哦，给了5元会一样的话，一开始就会相差10元。这个小学就做过这种线段图了。这里比较难一点，是100分钟扣掉40，还有60分钟，月租费229，然后60分钟要换秒，换秒要乘60，再乘 x 元。那方案 B 是389。100减90的话多了10分钟，10分钟换60秒，再乘以 1.2x。 好，红色部分就是他们个别的价钱，那这样相差的话我们用相减的，229减389 3600x 减掉 720x。 好，这个地方所以是 2880x 减160，那他大宝通话费你就是用0.1带进去，229加 3600X，把 X 换成0.1。那这有重复的部分，从阿凯开始算算到莉莉总共是 X 阶，从小兰开始算算到莉莉也是 X 阶，那莉莉就重复了，所以 X 加 X 要减 1，X 加 X 要减 1， 在总台阶嘛，所以前面还有一个，前面还有一阶，后面还有两阶，所以你还要加一加二，所以 x 加 x 减一，重复的算掉，扣掉。那再来这个最后这个，不要算饼了哈，我们先切一个梯形出来，切一个梯形出来，12+7这个梯形，12+7这个梯形，所以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，那就有梯形了。再把甲乙分开写。甲是三角形，6乘12除以2，乙也是三角形 ，x 乘以7除以2。那拿要算丁的话，就是拿整个梯形减掉甲减掉丁所以在写的时候，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错，然后要顺便再验算一次。那个这个36减36嘛，36要变72上去。所以14减72变成42，19减7，12个 x， 然后这个还是要约分，上下同除以2，会变成这样，21加 6x， 42除以2等于21，12除以2等于6，所以还有 6x。 好，那就是这是这个卷子功课的部分哈，把问题找出来，最好写完之后看一遍。我已经先写完再录了，这样子已经非常精简，好，所以同学，把握时间。